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弟的这个剑八争夺战哦，这一次要对上剑神哦，支持率 99%。 那么其实老爹哦，这次打赢盘子后哦，是出奇制胜哦。老爹呢，其实玩这个游戏哦，其实蛮有心得的哦。我真的知道谁克谁哦，谁打谁的胜率比较高。比如说对上这个凯，他战力87000，哇，我没有战力。好啦，我们配上我们的815，基本上是一定会赢的。哎，靠腰！哎，这个意外！靠腰！好，对上剑神，来，基本上我们派，不要再让我漏气了，靠腰，都可以赢啊！派上我们的庆典一户，人生总是会有一些意外啊，各位不要太在意。那基本上这一把我们就赢定了。好，没错吧？老爹对于自己的这个选角哦，还是有点信心的、哦。我们看还能不能遇上这个剑神，黄泉这个战力有没有更强？好，剑神，哎呀，这次不行啊，怎么都老拍一些奇怪的、啊？好，比如说米楼的这个春水哦，那么我们就派。我们的三本元基本上也是轻松屌打的，真的啦，相信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我的天啊，靠腰。好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就是对于这个阵容搭配相当的强悍就对了。最后一次一定赢，老爹一定赢，老爹一定赢。好，果然嘛，我就说嘛，我对于角色的搭配哦是有相当的信心的、哦。那么，我们的剑八争夺战，剑神的阵容是这样摆。好，大家记好哦，他的第一队其实有点强，第二队跟第三队还好，我就针对他的第二队跟第三队来配，我赌他不会改阵容啊。男子汉的对决，我赌他不会改阵容。好，那么针对他的第二队，老爹想一下怎么摆哦。春水配上商店老板，再一支。好，再配一支剑八。然后呢，第三队呢，他的第三队第一支是这个夏日营哦。夏日营我们派蓝染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配。那第一队就送给他了，第一队我觉得估计是打不赢的。好，只要他不改阵容，我觉得我这样子的胜率很高，没问题吧？我再确认一下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男子汉不改阵容，其实我也是怕我没空改哦。那么老爹对上这个红茶艺人哦，都是倒掉一只。剑神呢，打这个火烧的鸡毛。是全胜的、哦，这个有点难打。比较让我意外的是，这个蓝染总右介竟然输给这个20伏的琪琪哦，而且这个琪琪的心数都还蛮高的，算是一只黑马吧。这个蓝染竟然输掉，还蛮让我意外的、哦。他有春水啊，春水直接一个打三个，很猛啊。好，那么看一下老爹打这个红茶艺人，
我刚刚为什么用商店老板输给这个乱局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希望这一次啊，老爹真的可以拿到冠军哦，我真的很想拿个冠军呢。好，商店老板一个拐杖，理论上商店老板是可以克这个乱局才对啊。好，对面的乱局56000，没问题。这个速度打的速度有点慢啊。其实有时候商店老板是要看你有没有触发假人哦，真的有时候也是要看脸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对面依旧丢了一个大排球，65000。这个双方都不扣血，实在是很麻烦欸。这估计是打到时间到的啊，你看啊，他的血几乎没在扣欸，啊，我的血也是几乎没在扣欸。好了，这一把就是打到时间到啊，所以我说商店老板原则上是打得赢乱局的哦，刚刚怎么输的我也看不懂啊。好，轻轻松松。哎，对上夜一应该是不会赢吧？他的夜一我记得都是00000啊。看来他的夜翼格挡率没那么高。哦，有点痛哦。他只要没有格挡到，他就很痛喽。靠下他的夜翼可能练度不太高了。你看他打那个伤害就知道了，他的夜翼练度不太高，所以不太准啊。好了，这个能不能直接下一场啊？这个跳过就是没有了吧？我想看下一场欸。好，没关系。第十回合，商店老板这个也是单挑王啊，没问题。好来，没有带走，差一点点。好，第三回合。商店老板打商店老板，商店老板打商店老板，我的是七星的、欸，啊，我的血量比较少啦，所以打到时间到就算我输啦，我破不了他的盾呐、啊，知道吗？我打不掉他的盾呐、啊，所以他的血量比我高啦。那最终判定就是我输了啦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损失太多血了啦，然后最后由春水来补刀的、哦，所以商店老板派在第一轮蛮强的、欸，我商店老板在第二轮呢、欸，要不要改啊？我要不要改一下阵容啊？靠腰。这真的是有点麻烦呢。好了，不管了，选定就选定了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我们剑霸的表现。台服最强的剑霸就在老爹这里了。我对于我的剑霸可是很有信心的。有没有看到啊？单挑王古里姆乔，哎呦，要修哦，加天啊，要修，我的剑霸不会输掉吧？嘿嘛，我就说嘛，人家的剑霸可是很强的、欸。好像也没那么强啊。
靠腰，结果剑八没很强哎，反而是靠一户打赢的、哦。其实我觉得、啊、单挑来讲，防御角真的比较强哎，完全是跟打小孩一样哎，真的跟打小孩一样哎。所以我觉得我的配对哦，每一队应该要放一个防御角吧，比较稳啊。这个防御角真的是，你看我这个一户，直接就连打两个啦。所以我打剑神，还是要小心，怕他换阵容哎。我看我改两个防御，我每个阵容都改个防御角一只好了。因为防御角单挑实在太猛了，没错，果然防御角就是单挑角，防御角的单挑实在太强了，你看，还是我的一户赢啊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最终每一队都要有防御角。哎，啊，每一队都有啊，这边两只，这边两只，春水一只。对啊，我每一队都有防御角哎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希望老爹能够拿到冠军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靠腰，我忘记放阵容了。大家拜拜。